大家好，我是某个神，今天晚上是超萌骑士团。那今天大家是游戏的首次组奖励了、哦、来，那这些首次组奖励呢，就是手厨好礼包、哦，就是有20颗红宝石跟这个五星的抽奖券哈、哦。然后需要的兑换方法，对，这里有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有跟各位介绍过啊？好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，就是偏向射击的一个游戏。那我们讲红宝石的触发和比值好了。那十个红宝石就是30枚，哎、欸，30台币啊。所以就是1650颗红宝石的话，就是台币2390块。然后这边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！我得到高级角色螺丝了！哇！我得到高级角色安娜了啊！哇！哈哈天哪、啊！刚刚太扯了！抽卡！哇！我得到顶级角色！红光手克洛伊，送太大了吧！啊，4到6星抽奖券一抽，你看这个官方多活心呐、啊，佛心公司啊！啊！我得到至尊级。的结局图，我怎么那么幸运啊？来，序号礼包兑换教学，点设定这边，啊不，点礼包这边哦。Oh my god， 的，惊死我！天啊，我怎么那么爽啊？来吼！来，我们现在升一下我们的角色，顶角在变的呀。最屌是它可以进化、欸，啊，它进化材料，那我先练哪一只啊？好爽哦！来，我们继续啊！对吗？这期就那么爽。就可以继续打一下，我下面可以放一些大绝。哇！我们今天特选太美了吧？我这边已经让他技能了。真的很爽啊，这个手游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哦，这个游戏的玩法就这样，非常好玩哦。然后大家可以加好友、哦。好啦 ，see you。那下一期我们要跟他讲成长的部分。